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班上同学中啊，我这个四方形代表全班参加篮球社的占四分之一，这个圈圈啊代表参加篮球的四分之一，参加羽球的，参加羽球社的这是三分之一，这个圆圈三分之一。那这个圆圈跟这圆圈的话，它有重叠啊。这个重叠部分就是说，同时参加篮球又参加羽球，这种图我们叫文氏图了，叫文氏图。好，然后他现在，然后呢，他说都没有参加的，都没有参加的就外面的了。我没有参加篮球，也没有参加羽球，就外面是二分之一了。那么他问说，既参加篮球又参加羽球的，这两种球都参加的，那这占全班几分之几？这个就打问号。好，那现在的话呢，应该怎么做？因为这里有重叠啊，所以呢，整个的话是一嘛，班上全部的同学是一嘛。啊，这里的话重叠嘛，这里重叠呢两次嘛，这个的话呢就是说哈，这个一的话呢，实际上是等于这个外面二分之一嘛，就是说这里重叠两次嘛，重叠两次的话，那我就怎么样呢？就这一个了哈，加这个了哈，加外面的二分之一，扣掉一的话，就一倍这个了。就是说什么呢？就是说这样讲好了，就是说，这里的话，因为它重叠嘛，重叠的话呢，我们怎么看呢？就是说，这里涂了两次啊，那涂一次的，加起来是一嘛，那现在的话我这个四分之一加三分之一嘛，加外面的二分之一，等于什么呢？等于外面这个都是涂一次而已嘛，这里涂两次嘛，那我扣掉一个，扣掉全部嘛，就剩下一倍的这个了。或者我们可以这样想好了，就是说这个如果叫做 x 好了，这个叫 y， 这个叫 z 好了。那这样的话，这是两倍的 x 嘛，就是说两倍的 x 加这个y 再加进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就是四分之一嘛，加三分之一啊，这四分之一加三分之一啊。好，那现在的话这个是x 加 y 加 z 加二分之一 ，x 加 y 加 z 的 x 加 y 加 z 加二分之一，这个是等于一啊，因为这是全部嘛，这是等于全部嘛。好，那现在我要求 x 啊，我要求 x 的话，那我就怎么办我就把它减下来，一减下来的话这里 y 就消掉，就消掉，这里一减的话就剩下一个 x 嘛，再加多少呢？加这个二分之一，这个就等于多少？等于这个是一加多少呢？四分之一加上呢三分之一，这样子。好，那 x 的话这样的话就等于多少？等于这个是。移过来就二分之一了我看到我这样好像算错了，要减下来这个东西要减下来，就四分之一加三分之一然后呢减一啊，这样子，然后的话，然后刚刚这个是减下来，所以这是减的。所以你看 x 的话就等于多少？就等于二分之一加上四分之一加三分之一扣掉多少？扣掉。
就我刚刚讲的啦，这四分之一啦，这是重复两次嘛，加三分之一，加外面的二分之一，扣掉一以后，这里就剩下一次了，哦，就减一，所以这等于多少呢？这个就等于那个十二分之多少啊？十二分之这个六啊，加上多少呢？三加上四，啊，通用要减十二嘛。上面这个多少？这是三，十三减十二就是一嘛，所以是等于十二分之多少？十二分之一啊。哦，就是这里的话哈，因为这一个哈加这个的话，等于这里有两倍嘛，所以是这一个加这一个，啊加外面的，其他地方都是只有一倍了，只有中间这两倍嘛，啊你扣掉一倍。扣掉整个一倍，扣掉整个一倍就是一啦，那剩下这个就是剩下一倍嘛，因为这里本来是两倍嘛，扣掉一倍以后就剩下一倍嘛。哦，那你要是说这个的话呢，想不清楚的话，你就把假设这是 x， 这是 y， 这是 g， 那 x 加 y 的话呢是四分之一啊 ，x 加 g 的话呢是三分之一嘛。哦，就 S 加 Y 是四分之一 ，S 加 G 四分之一嘛。然后你 S 加 Y 加 G 加二分之一，就是一嘛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你把它减下来的话，减下来的话呢，你就晓得哈，这个就消掉嘛，这一倍的 X 嘛，消掉一倍嘛，减掉二分等于多少？这个减这个嘛。那你把它移过去以后，你就晓得二分之一。加四分之一加三分之一，这里有两倍嘛，啊你扣掉一倍，扣掉一倍就是一啊，就剩下这里一倍，那这样就算出来，所以答案是十二分之一，所以这题答案应该要选 A。